在第一次创业，为了健康人类，服务于社会的我的观念，我的理念。很多人相信我，跟随着我，不管碰到任何问题，不离不弃，为了健康人类，服务社会。关键的，我们是用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养生文化的精髓，用现代科技相结合，给世界人民送了高品质的养生文化的精髓和好的品质的产品。我们多年如一日，在全球发展，190多个国家有业务，在全球11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分公司。关键我们用我们高品质的我们的产品，叫自己说好不算好，消费者说好，那叫真正的叫好。在这方面吸引了世界五大洲的天使消费者4000多万家庭，固定消费天使产品和经营天使产品和传播我们的天使养生文化的精髓，它带动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带动了社会利益相关者。我们在这种基础，我们的产品在全球的战略布局都选择高品质的企业，达到 GMP 要求的标准，生产包括原材料用的都是纯天然的中华养生文化的精髓的精髓，符合集团的这种产品的质量标准。在这方面选择了在欧洲厂商的委托加工，保证我们的高品质，真正的让它这个高品质要深入人心。我希望欧洲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们、家人们、亲人们，你们应该相信我，相信公司，来大家共同来品尝我们这个好的产品，品质质量是一致的，要确保包括欧洲的市场的发展需要。在这方面我希望你们100%的相信，100%的贯彻，100%的知行，100%的共鸣，才有100%的良好的结果。天使第三次创业，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打造区域集团化，战略的区域的集团化。我们要提速，还要增量。上规模，更要提升方方面面的质量。我希望欧洲我们事业伙伴们、家人们，你们和我共同携起手来，打造欧洲更好的明天。谢谢大家。